好，我们这边呢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SnippetX 的很方便的这种就是萤幕截取跟记录的方法哦。平常其实我相信抓画面，萤幕上的画面老师都没有问题，都会抓。可是抓画面你就只想到抓画面而已，但是这个软体它有很多的创新，它把我们传统的这种抓画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个翻新，所以你会觉得哇它真的好用。那么我们在这里免安装的，你按右键把它解压缩，或者你要像我昨天讲的点进去之后这个按着是不是可以丢出来，这样都可以哦。那你如果做好了之后，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解压缩完了进到里面来，只有一个执行档，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彩虹的这个，你就 SnippetX 的，有没有这个，你把它按下去，好，把它按下去就可以的，点两下。那在你的工作列这边会发现多了一颗白白的这个图，这个多了一颗白白的就表示它已经在执行了。我把它拉出来外面好了，把它拉来外面，这样你看得比较清楚。那它的快速键就是键盘上的 F1 赛车那个 F1， 有没有功能键最上面那一排，所以当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就开始截取画面，就开始截取画面。那我们要截取画面到底什么画面要把它做截取，来我先问一下，你看哦，我按下 F1， 好，这个时候你的游标就变成一个十字，你就可以用拖曳的方式或是滑鼠滑过去，它有适合的它就会亮起来，有没有？比如说你滑到你的视窗啊，它就依据那个视窗变大小。那如果我现在呢想用拖曳的，你看我把按着拖曳，这样是不是就选到了，对不对？那传统的我们抓画面一定是放开滑鼠之后是不是就马上就抓了，但是这个没有，因为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抓错范围，所以你还可以在这里微调，有没有发现抓完之后不是马上就结束哦，是在这边还可以做微调，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你看到它下面这里有没有一排工具列，好，工具列有可能在这边也有可能在上面，根据你抓图的那个范围。那今天我如果觉得这里是一个重点， YouTube 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它画下去，哇糟糕，线不够粗怎么办，滚轮，对，主任讲的好，加粗会滚轮就好了，有没有往前往后加粗，那再来线画下去不够粗，滚轮，哇简单吧。再来箭头，箭头它的预设这个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喜欢这个。好，所以我告诉你要点击哦，按这里哦，哇一样不够粗怎么办，滚轮，有没有感觉人性化很多。好，那再来这里有笔啦，这个荧光笔这都没有问题。那这里是不是有个马赛克，一样的啊，这个订阅频道不用，笔刷太小，滚轮，哇滚轮干露了，是不是就 OK 了，就像这样。那文字呢也是一样哦，这里好 YouTube 啊，然后呢我通常会加粗再加个外框，但是呢不够粗不够大，滚轮啊，你要嘛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个截取萤幕的软体只要会一个东西叫滚轮就好了好，那这里呢橡皮擦是它很特殊的，平常如果说你遇到抓画面的橡皮擦肯定就是这个画面这里我不要，对不对，把它弄掉。可是他们家的橡皮擦不是这个功能，一样的滚轮可以放大，这没问题。比如说我刚刚这里是不是有做了马赛克，它的橡皮擦是擦掉你自己画的东西，所以你看有没有回来了，它只擦你自己画的哦，或者画面上抓到的它不会去处理，这样了解了。好，那弄好了你看右手边复制存档，这个 OK， 但是有没有发现有个图钉，按下去它就已经变成便利贴了呢，有没有，就浮在上面了，但是这样会挡到我们，对不对，所以怎么办，你会的，滚轮这样有没有变小一点，那这个呢这样是不是就不要不干扰你了，所以你回来这里有没有还在上面，
所以你刚发现为什么会有钉一个在那里，我就不用像就是说我开一个那个软体开在那边，不用，因为下次开机还会在，它真的就是便利贴的功能。所以呢，我拿到这边之后，我要比对，好，滚轮有没有可以放大？你可以再放大嘞，是不是更大？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在哪里？比如说，哎，老师如果是像输入同学的成绩，哎，我可以这边手边可能是 Excel 整理的，那输入到学校系统是另外的，我就可以像这样做整理。那如果你如果用在什么网购，有时候我们不是要输入信用卡号码，或者是输入那个对方的汇款账号吗？哎，你也可以用这个做比对啊，甚至你在比价的时候，哦，这一间跟另外一间可不可以拿出来比，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了？你不用双萤幕就可以比了，哎，好，所以它不是只能定一个，你可以做很多个。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哎，我再抓一个 F1 抓起来定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有了？这样就 OK 了，我就可以放两个放三个，好，它等同就有这个便利贴的功能。那在这边呢，如果说像老师还会有个情境，就是啊，糟糕，刚刚这个线画错了，刚刚这个字打错了，或位置不对，大小不对，如果老师你遇到这个情形，你会怎么办？你应该只有一件事情，认了吧，对不对？重来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要花时间啊。可是它就有这个好处，万一你这个不能错了，你按右键编辑还是不能改哦。你看按右键它有个编辑，有个叫标注，可是这个因为你已经标进去了，你就没办法涂掉，那怎么办？请这样子，我们刚刚按 F1 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左下角或右下角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半透明的盖在上面，它上面有快速键，你有发现了吗？所以我现在只要进入到抓图模式，那我想要回到刚刚抓图的那个历史记录，你可以按箭头上那个键盘上的逗点跟句点，逗点就是往前，你看我按一下键盘上的逗点，有没有往前一个，再按下逗点，有没有往回来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些东西都还可以编辑哦，你看我点到它用文字点它，有没有还是可以编辑啊？这个字太大了缩小，有没有可以随时回到过去？这样很方便啊。那我今天这个不对，我就用橡皮擦擦掉嘛，哎，我橡皮擦把它擦掉，抓的范围不对没关系，重新调整一下。以前我们都不能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真的只能重来啊，除非你用 Photoshop 去做这件事情嘛，把所有图层都留在里面，你个别编辑。但是今天我刚刚是缩小哦，可是如果我抓的不够大没关系啊，放大就好了。有没有看到它其实还是帮我们抓全萤幕，所以这样帮我们把其他的范围都保留起来了。好，我要这一个，好，按下去钉起来，有没有一个出来了？马上是不是就改完了？这样是不是很好用？好，所以我觉得以我自己制作教材来讲，除了写书啦，写书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因为解析度还不够高，但是我平常做的教材，在萤幕上用的，在就是影片里面用的，我用这样抓都非常方便。所以这样老师你知道昨天怎么把那位老师的视讯画面抓下来的，我就是按 F1， 所以是不是就定格了，对不对？定格下来我就可以自己选我要的范围。所以如果说昨天抓的范围觉得太多了，廖老师不要跟他合照了，有没有？马上抓一个新版本，就是刘老师自己的版本就好，这样子盯起来有没有，马上就回去了。所以老师知道他的历史记录是可以回去过去的，那他预设帮我们记录几个，欸，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20个，可不可以改？可以改，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历史记录拉长一点，这样子我是不是回去的这个后悔的机会就比较多嘛。那你可以看一下来，哎，对了哈，这里如果老师不好意思再看到它，你可以把它销毁或是关闭，按右键，这里有一个关闭跟销毁。那请问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关闭就是还存在，还可以再修改机会，它销毁就没有了。销毁是马上销毁，关闭是
关闭电脑的时候才销毁，还是会不见哈。但是除非你像我这样钉在上面，它下次开机还会在。那如果你是关闭或销毁，只是档案删除的时机不一样，销毁是马上就把那个档案删除。所以呢，您可以看一下在资料夹中检视哈，你看我们刚才有抓的，其实上都在这里，有没有发现钉在萤幕上的有没有都在这里？所以当我按下右键销毁，有没有马上不见？可是我按下关闭，这个档案还会在，直到我电脑关机，它才把这个地方清掉这样子。所以就是关闭的跟销毁都会不见，只是说时机不同。这样老师觉得这个小软体还可以吧？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教学上我觉得很好用，生活上也蛮不错的。 OK。